要代替秀雅小姐化解厄运，她叫做彩铃，连在两个孩子的命运成为一体。两位看起来感情很好，就像真正的父女。各妃得要这么说吗？你自己对秀雅的愧疚不要转嫁给别人，为什么闵秀雅是主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才是主人。主人必须跟那一家有血缘关系。你这让人咬牙切齿的祸害，终于可以了断这段孽缘了，秀雅。我们都在等你回来，快点回来吧，我的宝贝。捉迷藏，未来戏剧台1月13日晚间9点，敬请期待。